China National Championships 2024.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继续回来关注比赛。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，目前进行到的是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，由上海队的樊振东对阵到的是青海队的国征，这也是两个队伍的第二盘较量。 大家所期待的看到我们的小胖樊振东这一场单打比赛。 罗征呢是曾获得全国大学生锦标赛超级组冠军、世界中学生冠军，在本次的2024年全锦赛的男子单打16分之一决赛当中是2比4败给了许昕，但同样也给许昕制造了不少麻烦。樊振东在获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之后啊，是成为我国国乒历史上的第10位大满贯球员，第3位超级全满贯球员。那么在昨天在赛后采访上也说到，他也非常，他是一位非常自律的运动员，包括来全锦赛赛场这几天。 这一把劈长射箭其实很高，罗征对自己的正手位是有所保护。这球的确打得很突然，控制住台内。对于罗征来说，现在一定要去减少自己在这种主动上手时的失误。 面对樊振东来说，一定要去把自己的球再抠细致。樊振东在比赛当中啊，对比赛的整个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。樊振东这个也是想吊住罗征的这个正手位大脚。 其实更多双方在第一局当中啊，都是在互相试探。
毕竟这种遭遇上这个球转换非常的快，目前樊振东在首局是拿到了局点，樊振东后半段的相持能力啊，真的是真硬。现在对于罗征来说，一定要在前三板上给予到樊振东威胁。对，心理学，尽量结束在前三板。如果说往后拉的话，樊振东的整个的生存能力，包括你在这种终点台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。首局比分11-7，樊振东是拿下首局。樊振东的战术啊，还是从罗征的中间位去打起。因为中间位是横板运动员相对薄弱的位置，6-3，相比他的正反手来说，平常的训练很多，但在这个中间位置有些时候你会犹豫，那么你慢这0.5秒的话，你击球的这种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。3-3，长脚反手位对抗做，速度是越顶越快。所以对于罗征来说，还是要尽量在前三板上把这个比分拿住。所以刚刚说樊振东的这种比赛阅读能力很强，一般打这种遭遇战到了第二局以后，基本上对方的弱点在哪啊，他们能抠得很细致，而且针对性的把这种技战术的特点给打出来。好球，罗征千万不能退啊。这时候罗征还是想依靠自己的这种正手去形成这种对抗，感觉反手有些对不住的感觉。哦，漂亮漂亮。打起来，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。
啊，现在樊振东的这种打法目的就非常明确，我就盯住你罗正的反手位左半台，啊，中间位和反手位不断的去调动。因为罗征的整个的正手的能力还是很强的，但现在是被樊振东的这个速度给压制住了，没办法刺。坐来哥们儿，哎，六个月。一旋转拉起来，现在对罗征来说一定要寻求这种破局，就算一张石到这个反手位一定要去加强一下这种节奏变化。现樊振东是9-7领先，一旋转，正手看回头，这一球被算住了。樊振东的局点，啊，这球有干扰，重发。这个时候也是提示了一下，啊，提醒了一下樊振东的发球。最后比分是11-7，樊振东是拿下了第二局。其实对于本次裁判的这种在发球上的判罚尺度，我是觉得非常好的。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宁愿在自己家门口被判，也不希望在这种国际比赛当中被判。形成对抗之后拉住正手，这球在这个步伐上可能还是差了一步，线路比想象中的要短一些。啊，这球是接发球的时候着急了。罗征的这个发球质量还是非常高的。樊振东也是连续吃了两个发球，目前第三局比分来到了3-3。
之后正所谓的对抗。这球樊振东打得相当漂亮，拿住反手之后啊，第二板衔接是直接拉到了罗征的正手位大脚。现在双方打的都是细节啊，啊，给的角度太大了，这个啊，能看到罗征也是要了一个暂停，毕竟对于他这次去寻空球变化，但这球的落点和线路没能完全打开。樊振东在这个反手位展现出来的能力啊非常强。来看看罗征的发球，起来之后后半台相持，其实罗征还是得依靠这样的变化，虽然这球是被他顶住之后啊吸了一把，但其实在这种节奏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啊，给樊振东这种不适应。啊，这球是擦了网之后有一个线路的二次变化，其实樊振东这救球救得非常快了。目前双方比分来到了8-7。好球，看住反手，反手的加力反思。最后比分是11-7，樊振东是3-0战胜了罗征。其实我们所有的中国运动员都希望在这个比赛当中遇见樊振东，因为这不仅仅是对他们自己技术能力的一个考验，更是对自己的一个提升。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, PingSunday.com.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.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